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九段，主判严厉三昧门。前面我们学到清凉大师疏钞里头讲的理事无碍什么，我们学到第七，真理即是。现在我们再继续看第八，四法界理啊，理即是四，实际上就是心经里面讲的空即是色的注解。四法界理呢，就是色即是空的注解啊，心经讲得非常简单啊。那么看了清凉大师的开导啊，我们才知道这个经义深广无际啊。真理即是，这就是本性，本性就是四法，四法当然就是本性啊。大师跟我们说，世间一切四法本无自性，借由因缘汇集而有，具体即是真性，真性之外无四法。般若心经所谓色即是空是也，四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宇宙的全体，包括过去未来。佛法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啊，所谓是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就全都包括在里面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是四法啊。四法从哪里来的呢？心现啊，自信能生万法啊。怎么生的呢？世尊在此地给我们讲的方便语啊，这个要懂啊。为什么不说真实的？真实的不懂。真实的怎么不懂呢？真实的无说，真懂的无闻，那这个我们做不到了。无说我们怎么懂啊？那是真说啊。真说实在讲啊，佛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心性空寂，这句话是真说啊。心
心是清净寂灭，慧能大师开悟明心见性的时候说过，何其自性啊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这即的意思，清净寂灭，这是心呐、啊，心是真心呐、啊。那心是什么？心是阿赖耶识，心就讲妄心。啊，妄心什么呀？妄心是有为法。啊，你看天前菩萨跟我们讲白法明白，啊，前面九十四法都叫有为法，啊，有为法有生有灭，啊，有生有灭不是真的，是妄的，妄心呐、啊，啊，心能现象啊，妄它能变相。啊，这个相为什么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？啊，千变万化，那是妄心在变。啊，所以心啊是指的阿赖耶识。如果范围扩大来讲呢，八十五十一心所空。啊，这个不是真的。那方便说呢？再说，你看这个地方讲方便说的，啊，世间一切事法本无自性，这个是真的。这句话讲真的，借由因缘汇集而已，我这方便说了，啊，不是这样说法了，你听不懂啊。可是佛的方便，这个理很深。因方便呢、啊，你能悟入真实啊，所以这方便的功德很大啊，也是佛家常讲的借假修真。这个方便是假，没有这个假的，你没有办法悟入。真实啊，所以世尊所说这四十九年一切所说的话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啊。这是大乘教里头这个佛菩萨常讲啊，佛法因缘生。啊，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把因缘否定掉了，非因缘非自然啊，那是真的啊，但是要到相当的程度啊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、哦、一切法因缘生，到那个时候你的定慧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，那佛用这一句话点醒你，破了你的疑惑，智慧就现前，大彻大悟啊！啊，你就悟入真实了。那我们要问了，什么样的境界才能悟入真实呢？要清净心啊，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清净到没有念头了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啊，这个时候跟佛菩萨肯定起感应道交啊，
有没有求佛菩萨？没有求。没有求跟佛菩萨心心相应。怎么个相应法？佛菩萨的心清净的，他那个心纯净，我这个心刚刚得清净啊，刚刚得清净，他那个纯净他就相应，自自然然的就结合了，就变成一个了。那我们举出这个例子的时候，希望你从这个例子里的细心去体会，啊，自然就成，就变成一个，好像两个水泡，很接近的时候，哎，它自然就连在一起。啊，绝不是哪一个有意，啊，哪一个要复活，不是，发而如是啊。总的理论来说呢，总的理论原本是一心，这是总的理论啊。变法界虚空界一心所现的心性，佛在经上常用大海做比喻，啊，水泡，啊，比喻我们一念不觉迷了，这一迷，虚空法界。啊，法界有多大呢？用自信很大，把自信就变成了虚空法界。这个你要懂得，这个华严教义，大小不二。啊，你一念不觉了，马上就有这个现四相，啊，四法。这个现象啊就出现了啊，出现这个现象虽然是一个小水泡啊，但是你在这个小水泡里面感觉的，你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，你不会感觉它很小啊，大小不二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自信里头没有大小啊，如果有大小不是自信了，觉性里头没大小，迷了才有大小。大小从哪来的？从分别执着来的啊，力量分别执着，什么地方叫大小？啊，所有一切对立都是分别执着来的。啊，所以对立要是不能放下了，愈严愈烈，愈陷愈深。那是叫苦不堪言啊！自信里头没有对立啊，为什么没有对立呢？空寂哪来的对立啊？自信寂没对立，四法空也没对立，那对立从哪来的？对的是从你的执出来的。你想想看，纵然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不会对的。啊，分别是个妄想，啊，执着也是个妄想，但是它
它里头产生对立，产生矛盾，产生冲突。啊，所有一切不善都从这里头产生出来的，造业啊。啊，造什么，造什么业呢？造轮回业啊。所以要晓得执着是轮回心，执着起作用造轮回业。轮回是自己造的，本来没有啊，自性里头没有轮回。啊，这个四法里头说实在讲的时候也没有轮回。啊，法性法相里头都没有轮回。是吧，所以轮回是无中生有啊，就是一念不觉演变出来的。啊，佛菩萨帮助我们啊，我们受帮助。其实这个说法的时候是很不恰当。啊，我们不能用我们世间这个思维去体会，那你全会错意思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这个帮助是自然的，没条件。啊，我们人常常想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这个念头一起来说这烦恼习气现行了。啊，能不能得到答案？得不到。啊，所以科学家对宇宙啊去探讨啊去研究，永远不能得到证实。啊，真相永远得不到，为什么原因？因为他没有离开思维，没有离开分别之处，所以他得不出真相。啊，佛与一些高级宗教，他们能够得到真相。跟科学家用的方法是相反的，他不用思维啊，他不用分别，他不用执着，他不用研究啊，那个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就忽然放光了，就照见了啊。般若心经上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五蕴是什么？五蕴就是今天词里讲的四法。啊，五蕴是色受想行识。啊，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精神，就是心法。啊，万事万物归纳不外乎这两大类。啊，所以佛家用色心两个字就全部包括了。啊，不是属于色法，就是属于心法。啊，现在科学的是也是很难得，他也用这个二分法啊，精神物质啊，精神就是佛门讲的心法，物质是讲的色法啊。在法相宗里面，物质称之为相分，精神称为见分，啊，阿赖耶的见相两分，啊，见分里面有受想行识，啊，相分里面有物质，这个物质里头有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这六尘呐，啊，觉悟的人呢，不叫六尘，叫六境，六种境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染污，
啊，凡夫的时候为什么叫六尘？尘是染污，啊，尘是肮脏的东西，染污的东西，啊，这个桌子三天不擦，桌上就有灰，就灰尘，啊，你天天把它擦干净，啊，所以尘是染污的意思，啊，色能染污你的眼。啊，让你的眼看错了。啊，音声能染污你的耳，你耳也听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六样东西啊，把我们的六根根性染污了，迷了，迷失了。觉悟的人不受染污，就叫六境，六种境界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更妙，《楞严》讲的性了，色性，啊，见性，见色性，闻性，闻声性，这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啊，一回事情，哎，也就是说，你放下妄想分别之处。你这个六根起的作用啊，眼不叫眼识，啊，眼叫见性。对象呢，啊，对象是外面见的这个色，啊，色的时候不叫色尘，叫色性，啊，见性见色性，这样。而闻性闻声性。性是什么？性是空寂。换一句话说，根、六根、六尘、六性，啊，这个六识，皆无自性。无性之性呢，是自己的本性，是自己的真性。啊，真心既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不是根，也不是尘，也不是识。啊，所以叫它做空。啊，空不是无，啊，决定不要当做空，什么都没有了叫空，什么都没有叫空啊，古人讲啊。三岁小孩都懂啊！啊，佛法讲空啊，空而不空啊！啊，是即有之空，哎，它能变现。啊，它能变现出物质，物质又变现成万有。啊，整个虚空法界精神物质都它变现的，啊，所以它不是无，啊，所以变现的怎么样？所以变现它又不是真有，幻有，啊，所以般若经上讲的真空妙有啊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，啊，所以。佛菩萨谈这桩事情，啊，谈空不断，啊，不是断灭的，空是活的，不是断灭的，这是即有之空，啊，有就是万有万法，空是它的体性。它的根源，它从这儿生的。啊，论有呢，有不是常有，不是常住。啊，不常住有短住吧？嗯，
短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，短到啊亿万分之一秒，这真不可思议啊！不是说短住啊，哎，能住几天吧？啊，像人活在世间，能住个几十年吧？还有人可以活一百岁吧？啊，那你是看错了，他不住，根本就不住。啊，他一个一个相的时候生灭相，一个接一个，就要接一个。啊，这个我们不懂的，啊，根本就不存在。啊，我们看现象就是看这个相似相续，以为它真实，以为它真的是存在。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在这个里面生起贪嗔痴慢。在这个里面升起控制的念头啊，像升起对立、升起控制、升起占有，啊，这叫罪业啊！不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会起这种念头？现在明白了，这个念头是因为误会了。对于四相啊起了误会，以为四相真有。啊，佛家常讲啊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因果为什么不空呢？你起了这个因，不善的因，接着它就变现不善的果报，这叫不空。啊，所谓的是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这是叫六道。啊，善因三善道受报，恶业呢三恶道受报，这因果不空。但是你要晓得，三善道、三恶道都是空。永嘉正道歌上讲得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这个六道是梦中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境，你一觉醒过来之后梦境没有了，梦境是空的，六道是梦境，真的是梦境，一点都不假。那几个人能够觉察到呢？觉察到之后，这叫看破了。啊，经教啊，所以学经教有好处。善根厚的人，烦恼习气薄的人，见效就很快。他一听佛说的很对，他不怀疑，他就接受了。啊，接受了之后，效果什么？自自然然就不造业。那我讲不造业的时候，我讲得很简单。啊，诸位从这个细心去体会。啊，第一个，不再跟人对立了。啊，跟人、跟事、啊，跟一切万法不对立了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没有占有的念头了。不取了啊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啊，全是假的嘛，全是空的，你能控制得了吗？啊，如果说真的要控制，你不要控制别人，不要控制外面，首先
控制自己啊，年年十八，哎，永远不老，永远不病，你能不能控制到？你控制外面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看看你有没有能力控制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刹那生灭，你怎么控制法？啊，好像我们看电影的画片，那个电影荧幕上，我要控制它，叫它永远不动，行。放映机上停止，就放这一张，那就控制了，它就不动了。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机器操作的容易控制，可是自信的这个发而如是的，你没办法控制。啊，诸佛如来能不能控制？不能控制。啊，诸佛如来说他彻底明了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他根本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这无明破了，无明就是起心动念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啊，菩萨虽然起心动念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阿罗汉还有分别执着，决定这具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。啊，没有执着才叫正觉啊，没有分别叫正等正觉啊。那不起心不动念叫无上正等正觉啊！佛法教我们，你要正得，这个事实啊，你要正得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这个在佛法里就称之为佛陀了啊，究竟佛果。那我们要问了，真的能证得吗？哎，真的能证得，你就决定不能证得。为什么呢？你还有个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个妄想，这是分别，这还是执着，你怎么能证得呢？啊，所以说经佛会说，说而无说啊，说的这么多千经万论，佛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。哎呀，没有起心动念怎么说出来的感，自自然然感应现的啊，就像江本那个水实验一样啊，我们凡人有心呐，凡夫有心呐，啊，有很多这个念头啊，啊，喜欢的、讨厌的念头啊，它的反应是自然的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好比是问他，向他请教，他的反应是大夫。我们是有心，啊，是一个妄想分别时，他的回答没有。你就晓得诸佛菩萨乃至于阿罗汉应化的时间跟众生说法，他没起心动念啊。阿罗汉虽然是阿罗汉，决定没有执着，他讲的是叫正法了啊，邪正是从这里分的啊，只要有执着的就不正讲华严经也不正啊，他执着还有啊，啊，佛没有执着，你用执着的心，你怎么能把佛的意思说出来？所以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这谈何容易？啊，那我们今天学佛人到底怎么学法？从哪里学？啊，学不知足啊，
我们的习气太深，决定放不下。啊，无论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处所，啊，念头一动，肯定分别执着连带起来。啊，你怎么能不执着呢？那我们很想学，佛有善巧方便。啊，这个善巧方便就叫你持戒，持戒就是破执着。修定就是叫你破分别，慧一开的时候，起心动念就没有了。你看，戒定慧三无路修啊！啊，今天我们持戒做不到，啊，最基本的戒，十善业道，啊，十善业道在佛法里还不算戒，算什么？善法。啊，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，小乘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啊，那个善最低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。啊，那么一直提升到你看这个沙弥戒、菩萨戒，这个比丘戒、菩萨戒。菩萨戒上品善呢，上善呢，啊，声闻缘觉中善呢，啊，十善业道下善呢，啊，有这个善根、善行，啊，这才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连十善业不能修。啊，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，从小没有人教过，啊，所以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做不到，啊，这个做不到，无论学什么样的经教法门，说老实话，不但你不能入啊，你连解都解错了。这个东西不是教的，再好的老师教，你也会把他的意思错解了。真正好老师教你，怎么个教法呢？不教啊，那是真的教你啊。啊，怎么说不教呢？初学的时候只教你守规矩，只教你依照戒律去做，老老实实去做。啊，戒律能持就是个老实人，老实人他才好教，才开始教你。啊，不老实不教你。啊，就跟现在的教学一样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老师。啊，真正好老师，他教学生要怎样教啊？啊，学生心浮气躁就不教。即使你真正做到心平气和、沉静好学的心生起来，
他就教你了。啊，他讲的这个话会起作用啊，否则的话，他讲的很辛苦啊，你听的是耳边风，叫白讲了。啊，你不能接受吗？啊，所以老师他的教学也有原则，沉静好学，这是能教，你不教，你对不起人呐。心浮气躁不能教，你天天教他，那叫讲废话，你白辛苦了。啊，所以教学就是佛家讲的善巧方便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我们应当如何学习？那学习就是我们常讲的，先把四个根扎好。四个根扎好之后啊，你的心态沉静好学这四个字就浮起来了。没有这四个根，很想沉静，很想好学，就起不来。啊，不能够现这个现前。啊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业障把你障住。张家大师从前教过了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有时候求不应，不应就是有业障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业障铲除，感应就显现。啊，要让我展开经卷，我能看得懂。听经，我能听得明白。啊，那就得消除业障。业障前身，对于你接受教诲，决定成正比例。业障越轻的人，他所领悟的越深越广。啊，业障稍微厚一点的人，他能领悟的浅。啊，这是说什么呢？这是说这个业障在一定的程度它起作用了，它能接受了。啊，那业障太重的人没有法子接受，没有法子接受是也能听，不是不能听。啊，所以佛的教学我们在经上看到有当机者，当机者他能接受，那不是当机者，里头有很多不能接受的，不能接受的旁听，旁听慢慢熏习，旁听久了就变成正口声了嘛。啊，旁听重要啊，不能中断呐、啊。中断呢？中断是习气，它有现行。啊，就是这个业障啊，永远不能降温。啊，常常听的时候呢，自自然然，业障就轻了。
啊，他就能听懂了。啊，是常识熏修，用经教来熏修啊。我们要不用经教熏修，肯定是世间烦恼习气熏修，那就麻烦就很大了。啊，世间烦恼习气熏修，越修越严重。啊，那就变成什么坚固的轮回心，造轮回业。啊，虽然有善根，必须在卧道里轮回受尽了苦头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所造的都要报吗？都要报罚吗？报尽了，你的人生，你阿赖耶里面佛法的种子起现行啊，在遇到善知识慢慢从头再来，行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肯定，十分的肯定，就是从弟子规开始啊，从感应篇十三页道啊，非常认真努力来学习，这三样东西都不差啊。三样东西，这个经文要是给它装订在一起啊，薄薄的一个小册啊，现在把它印成书籍的话，像我们这边这个小册子，大概也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吧。啊，三样东西印在一起，就这么薄薄的一本。它是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人学习的根本。有这个根本，你学世出世间法才能够成圣成贤。没有这个根本，你成不了。这个东西啊，认知是先决条件啊。多少人看到这个东西看清了，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学啊？这教小孩的呀。没错，我就想起早年李老师在台中，他创办了慈光图书馆，有一个阶段，他利用寒暑假的期间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啊，大学专科的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期间到台中来跟李老师学佛啊，专门为他们办班啊，他们是自动找来的啊。第一次四个大学生啊，这是政治大学一个，台大的一个，师范大学的两个，啊，四个学生，三个是华侨，啊，到台中来向李老师请教，啊，时间只有一个星期，啊，李老师为他们编成个课程，这个课程就是以后流通的很广的，叫佛学概要十四讲啊，十四个小时，每一天讲两个小时，七天讲完，他老人家自己讲。四个学生在哪里上课呢？在幼儿园小班坐小凳子上课，
那时候我们都在后面旁听，我们旁听的有二三十个人，啊，四个正科学生在前面，我们后面旁听。李老师讲，你们是大学生，但是在佛法里面呢，你们是幼儿所的学生，啊，所以这个课在幼稚园上，这个含义很深呐。那不要自己以为是大学生呢，在佛法里你是小学生啊，幼儿园的学生啊，小学还不到啊。啊，以后这些同学呢，第二次，头一次那是寒假，啊，第二次是暑假，啊，暑假他们同学约了去十二个人，第二届十二个人。啊，到第三届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说四五十个人，啊，以后越人数越来越多，都自动来的，李老师没招生，啊，都是学生自己约得来的，啊，到后来的时候就一百多人，啊，这个班一共办了很多届，啊，我是参加了十一次，从第一次到第十一次。以后学生多了，时间也长了，啊，最长的时间是四个星期，啊，那么老师也邀请我在里面兼课，啊，我跟他们兼的课呢，是李老师自己的课，啊，他是担任两门课。一门是这个佛学概要十四讲，啊，这是这个等于说是佛法的介绍，啊，就什么是佛法，这个课他讲。另外的说，开的有弥陀经，有心经，啊，有唯识简介，有普贤行愿品，还有八大人求经，啊，这几门课了，都有专门老师来教学，啊，这些老师都是李老师的学生，啊，那除这个之外，每一天呢有两个小时的答问，就是解答问题。学生提出问题来解答，每天都有。啊，这个课老师上了一堂，第一天。啊，到第二天他就找我，这个课你来帮我解答。啊，所以我就在四个星期的时候，除了第一天的时候，以后就是我来主持这堂课。这堂课没有教材，也没准备，无从准备，啊，他提出问题就回答他，啊，好在有后台嘛，我要是解答不了的嘛，就问老师嘛，啊，一百多个学生，啊，那一届的有四个六个研究生，啊，研究所的研究生，啊，一百多人。每一天呢，接受他们提问两个小时，啊，我也战战兢兢啊，啊，后生可畏啊。四个星期课上完之后，最后一堂，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我在这个地方，啊，给你们解答问题，啊，总以为啊，你们有几个问题能够把我难倒。我要向老师去请教，啊，居然四个星期，你们一百多个学生，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倒。古人讲后生可畏啊，看看你们也并不可畏。这老师把这个功课交给我，
他们问的内容很复杂，很多。啊，也确实有很刁难的问题来问。啊，不过在大乘教里面都能够解决。啊，所以学佛扎根重要，开智慧重要。啊，那么这个基本功必须要有啊！啊，基本功就是做人啊，人都没有做好，怎么能做佛呢？啊，要做佛，先学做人。事出事法都是以做人为基础，做人里面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人际关系处好。啊，古人有所谓啊，做事难啊，做人更难。这不是假的，一个成功的人，古今中外不例外，成功的人他做人成功啊，他人际关系搞好了啊。出世间法更是如此，因为出世间法不但是要把人际关系做好，要把九法界一切众生的关系都能处好，你才能成菩萨，才能成佛啊！啊，不但跟人要处好啊，跟鬼也要处好啊，跟佛菩萨处好，跟妖魔鬼怪也要处好啊！